锵锵三人行，王蒙老师看出这是我们的身体锻炼。你我发现你的身体真棒，没有一直在这儿聊着就没动过窝。我已经快累得慌了。今天早上刚游完泳，快告饶了。对对对，那接着来，咱们张老师啊，不是上一集的末尾啊，你提出一个从奥运引申出来一话题啊。哦，你给我们讲，就说个人主义，咱们现在和集体主义，咱们的个人主义比过去是发展了。但是我就说，美国的这个《纽约时报》这个专栏作家这个弗里德曼啊，就是这个《世界是平的》作者，他写的一篇观感，他就说，在奥运闭幕式上，他感受到了中国这种群体主义文化的力量和成绩。从这么漂亮的场馆到最后的金牌等等，都是在。七年之内，申奥是在911之前两个月申成功的。而我们美国在这七年做了什么呢？他说我们他们是集中精力，我们是分散精力，我们去伊拉克打仗，我们国内的这个竞选弄的一些金钱政治的很多问题，所以他就认为要向中国学习。可是呢，当然了，其实他这个底下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个人主义的文化，我们个性主义的文化，我们的基础是好的，但是我们要吸取别人的文化的长处。所以我说他的用心很深，他并不是说我们也改成中国式的了，是是是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呢，可能也要更多的，除了在我们加强自己的自信心的时候，要说我们比以前进步了，我们尊重个性了，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个性的空间还是没有充分的拓展到，比如说您说80后的这些年轻作家，他比可能我们上一代或者再上一代他的空间多了，生活丰富了，但是还是现实生活中肯定我觉得还是有种种的困难局限局促，从他的表达到他的生活的种种的选择。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情况我们不是已经就是啊大功告成了是吧，我们也需要通过别的文化，比如美国的这个个性主义文化，我们可以学什么。他现在我也看过一篇那么文章，就是讲过去有个规律，似乎有个规律，就是说强调个人主义的这些国度呢往往经济比较发达，对，但是强调集体主义的这些国家呢过去来说经济的一般不太发达。他说但是呢，就是你要是不是改革开放30年，就这几十年间你看中国，他就出现了一个重视集体主义的国家，而且从亚洲，但是他在经济上实现飞跃，从四小龙就开始了啊。对，那么这个时候就给西方人有时候他有一种错愕，就说那这个那不是，那您怎么看？不是这个事儿啊，我是这么想，他因为中国太大，人特别多，我很早的时候在美国人就议论这个，说中国十好几亿人都 work。这怎么得了啊，都干活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要10好几人都不 work， 这不更不得了了、啊、这不是麻烦了吗？全世界人养活不起，背不动的，中国太大、其实呢说这申奥这什么8年的7年，说中国万众一心都在那儿准备奥运的，绝对不可能。13亿人准备奥运，是不是？那根本就不可能的嘛。有抢救灾区的，有这个，也有这个吃喝玩乐的，也有出国留学的，也有在那儿这个什么，今天是70后，明天80后，后天90后的，也各式各样的。所以这个中国虽然是整体主义。这是思维方式问题，这个今天来不及谈了。他从汉字来说，他就是整体主义的。哎，怎么讲？他小服从大，小的服从大，他什么概念都是从最大的概念开始，然后其他围着他这个概念转。哎，这有点意思。对。所以你比如说，这个中国人讲是吧？大河没水，小河干。其实呢，小河没水，大河也干。你把小河的水往大河里流，但中国人不讲，我们强调的是大河没水，小河干。所以这个咱不细说这个了，但是这个发挥个人的能量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恰恰是发挥了个人的能量，是吧？包产到户，没有包产到户，为什么一包产到户，中国这粮食唰就上去了？可是俄罗斯它包产到户。他粮食唰就下去了，什么原因？这还是我可能理解的不对啊，是咱们香港中文大学那陈方正教授，他研究俄国，他给我讲的。他说中国呀，从古代就有这种以家庭来经营，
这样一个传统。对，这一家子整天琢磨怎么多挣钱，多挣钱，多挣钱。他说你不要以为这是人性，这不是人性，这是中国的文化所造成的。嗯，他可是俄罗斯是什么呢？俄罗斯他一直他是农奴制，嗯，听老爷的，嗯，哎，老爷说让上工就上工，说要摘菜就摘菜，说拔草就是拔草，嗯，说割这个打扇连，那俄罗斯人打扇连打得棒极了，哎，说你打扇连咱们就打扇连。然后解放没几年，集体农庄了。嗯，他根本没有那个家庭的传统，他条件又好，他土地很多。对，所以集体农庄呢，原来是敲钟上工。是，你不上工算懒汉，弄不好能送你劳改去。嗯，哎，现在说嘿，解放了，再一看家里粮食也挺多，伏特加酒好几罐子，喝吧。嗯，他，哎，他这个心情跟你完全不一样。嗯，而且所以我就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说，哎，你这个集体农庄解散了以后，你怎么这你粮食下去了？反正直到2004年，他们告诉我，俄罗斯的粮食的产量还没有恢复到沙皇时期的最好水平。04年，2004。而且您，我就跟因为你刚才说那个宋朝那个宋末，对，嗯、是。那他们也够衰落的够厉害的。您说您遇到的俄罗斯人，而且都不是太喜欢去挣钱啊，谈经济的。我遇到都谈文学，我去的莫斯科都家他的物价非常，面包都买不起了，在家里边大谈文学，谈爱情，谈浪漫，他是这个传统。然后我曾经前些年遇到过一个荷兰人，他呢是研究中国和印度，然后他常年研究之后，他就发现一个比较，他说你们中国人特别像我们荷兰人。我们荷兰人是什么传统呢？就是我们手里有1块钱，我们要把它变成2块钱，2块钱要变成3块钱。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这样是吧？然后他还感叹，就是他可能是比较偏左的一种学者啊，他就是说你们越来中国人越来越像美国了，因为你们这种追逐财富的热情啊，简直就跟美国人一样。印度人家不是这样的，他还觉得印度就是说有一些保存他们的精神传统的这些东西啊，怎么样、啊、我还听过一种中印比较的说法，就是说咱们现在不是有了贫富差距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去过印度，他们就说呢，他说我怎么感觉到印度的人他也是穷，但是好像印度的人穷得有尊严，好像我们中国这些穷的底儿掉的人就怎么现在就穷得没尊严。我觉得这是、这又有一个过程，有个发展过程的问题。第一啊，印度，我在喀麦隆还在西德看过一个版本的故事，完全一样，我不知道来源是什么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一个人在那儿打鱼，一个小伙子在树底下睡觉，那打鱼的人过来帮着我打鱼，说你帮我，让我帮你打鱼干什么？说挣钱。说挣钱干什么？说挣了钱以后可以享受。那小伙子说我现在就享受着呢，你不让我享受，让我跟着你去享受，我有什么必要啊？喀麦隆也有这个故事，西德伯尔还写过这个 Henry Speer， 他写过这个故事。嗯，这个印度也有这个故事。第二个呢，立刻就让我想起来，1981年的时候，我从杭州坐火车往这个上海这边走，跟我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位英国的一个汉语说得很好的一个留学生嘛，他就跟我说。说中国人现在对物质的东西看得太重，嗯，说什么电视机呀、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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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电冰箱啊，这算什么东西啊？不值得一提的，中国人为什么看得那么重啊？哎，我当时听着他说的也很高雅，嗯，我想现在中国人也没人提电视机、电冰箱，原因就是他有了啊。您没有的时候，您想要这个，您真有了这个呢？他就又觉得这有什么，真是不值一提，不足挂齿。嗯，你说现在咱们见面谁问说哦，说你们家买那多少寸的多少寸的，人不能那么有一阵儿天天就问，你真问这个啊？您说这都是第好几代之后的美国人。那美国人其实他比如说在一战之后，他也消费刚起来的时候就开那大汽车，弄个什么收音机、洗衣机，那是他们新时代，就是新时候那个消费热潮初期，他们对这看重极了。然后欧洲打的一片废墟还他们觉得洋洋得意。然后真的到了后边家电全部普及，就二战以后，我觉得那又是一个新的消费热潮，等于是到了什么时候了？到了这个六他们的60年代是一个反这种
物质主义文化的这么一个阶段，他们才开始出了这种论调了。那些不重要，都把我们锁住了，一天到晚就是过那些买房子、开车，我们要吸大麻，我们要去印度学这个学哲学，灵魂生活，灵魂的生活。他是一个不同的阶段。可是你看这事儿走到极端了吧？物极必反。他60年代之后跟着的其实就是70年代的保守，对啊，就鸭皮、那些嬉皮就变成鸭皮了很多。他又要回这头，说不要那么重视物质，不要那么重视钱，这个是绝对对的。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许多这样的例子。作为个人来说，比如说甘地，是吧？人甘地就一片身上就配一片，还动不动绝食，哎，绝食，这我非常的佩服。嗯，可是你要作为治国来说呢，你不能够说我们这13亿人变成13亿个甘地啊。那也很可怕，是不是？那很恐怖的、啊、是不是？相反的，你得让这13亿人能吃饱饭，能有好的房子住，是吧？能够有家用电器使。嗯，但同时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学文学、学哲学，是吧？也能有文化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是。所以我听他们印度的人说啊，说这甘地的影响在他们后来他们的改革开放比咱们晚一些哈，就是这市场化以后，他们抛弃了那个苏联的那个社会主义模式以后，走向市场化以后，甘地的影响也同时就在下降。虽然他们还是在争论，因为那个影响太巨大了，包括咱们说这个城乡，他们就还是觉得就是到了新德里住了一代两代，我们的精神家园还是我原来的那个穷的那个乡那个田园，他们还是有这个传统、这个、很美好、我觉得作为一个想法是非常美好的是不是、哎、我比如说假想我的精神家园是周口店，是不是您回的也太早了，是不是？这不很美好吗？这多么美好啊，是不是？我没事我就到周口店去逛一逛，甚至于我高兴的时候，如果我身体允许，我那搭一个帐篷睡两宿，然后第二天你们，我在下次如果我有这么一个记录，咱们这3人行就更强强。对对对，山顶洞3人行，锵锵3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不过你刚才讲的这个，我还真是看一些书啊，就有感觉，就好像啊。这个包产到户，就中国人的这种家庭为单位的谋生方式。但是我那天看一个，他就大跃进的时候，那大家饿肚子，这然后实际上有些村里，比如说四川省啊，有些小队里啊，他悄悄的搞，就发现呢，这包产到户真是一抓就灵。他只要一悄悄包产到户，他饿肚子的情况就没有其他村那么严重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真是，有时候想起来我有时候跟我这个作家同行，我挨骂呢就在这儿，因为我是搞写作的人，我应该呢强调文学重要，是不是？我应该说呢，就是你饭可以不吃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房子可以不住，对，但是你要看我的书，哎，或者要看那些伟大作家的著作。你看的那些伟大作家的书，你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不需要吃饭了。哎，但是呢，我又老觉，因为可能和我这个几十年在农村劳动也有关系，我老觉着让太重要了，是吧？我们作为整个民族、但是现在都吃得烂饱了，那也不是都啊，还有起码还有几千万人现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，没有解决、没有解决几千万呢，有、原来在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时候说是好像还有2亿呢没解决温饱的问题、数量相当的大。我老想，我说要有1-2亿没解决温饱的，你设想一下，把这1亿人要成立一个饥饿国的话，你恐怖不恐怖？你给人类制造多大的问题？所以我觉得应该让人吃饱了，应该让人有一定的最起码的消费，而且这个东西和你的这个精神生活、人文精神、文学爱好和你写诗和你浪漫。不一定是矛盾的呀，怎么吃饱了就写不出诗来呢？对对，嗯，实际上很多伟大的文学恰恰是吃得很饱的，甚至是贵族作家写的。我们说的毒化人的精神吗？他一边吃得饱，一边他非常贬低自己的物质生活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比如说托尔斯泰式贵族，越到后期越这样，但是他越来越觉得这种物质的一切东西不能满足他的精神要求。那当然，对，你物质的东西解决的是肚子的要求。可是问题，您想，就是从托尔斯泰来讲，他早期的时候军官花天酒地，他什么风流场红尘他都走过了，然后他写出了伟大的文学作品，对吧？这两本是不朽的传世作品，《战争与和平》啊。可是他后期他。反而我觉得他等到他强调他的道德，他反省，他觉得物质的东西很罪恶的时候，他后期的作品我觉得反而倒不如他的盛期的了。又是到复活，你说有前两本好吗？对呀，是这个问题。所以甘地也是这样，因为我去过甘地墓。甘地墓啊，我很感动。对，因为他那个墓上那个那两句英文我也完全看得懂，他写的什么 simple living， 啊。High thinking， 高深的思想，简朴的生活。可是我想这个高深的思想，这当然是没问题啊。越高深越好，忒高深的也有问题。你得跟老百姓多多少少得有能够沟通，对不对？道不远人。哎，再一个这个。简朴的生活呢，也是跟不同的生产力的发展的标准有关。就什么算简朴？什么算简朴？是吧？比如我有两件衬衫，算不算简朴？我也有20件衬衫，算不算简朴？那他确实是到了极端了。他从纺车就穿一片，然后他后来也进了狱了。他基本上是生活到了一个基本点，就只能在底线略上，他能活着。文化革命当中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，报纸上公开的著文批判巴金，说巴金有4个半导体收音机。这个生活复杂。文化革命的初期，在中国作协还举行过谢冰心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会，展览了他大概有十几双，我织不行。丝袜子，哎呦，那时候我们出国呀，我看见那好看的丝袜子，赶紧跟太太买呀。对，包装的那么漂亮，那么好的丝袜子，还有连脚裤，是见都没见过呀。心想这才是真正对太太表达爱情、表达忠心、表达忠心呢。您给崔老师带过很多，带过很多呀。后来连那些外国的朋友，他们这个就是华人。一到北京来也是带丝袜子，带这个带那个，他们也都知道您太太喜欢。不是，不是我太太，给别人太太也这么带。我觉得王猛他的很多体会真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来的，包括您跟太，我就很少这岔开说了，就是我就没见过，很少见过另外一个中国作家永远出行是和太太同行。是啊，对太太非常的关照和体贴，非常平等。接轨呢？还是这个伉俪情深呢？是咱们生活的生活，也是咱们的幸福，咱们的快乐，咱们的福气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到哪儿这个我看到您这里边写您和崔老师的这个生活，都很感动，真的。谢谢。他说这一辈子我只爱过一个人，我只和一个人在，我不能重复了啊！反正这都念出来不太一样，我都觉得就是说您好像有一个。从很多方面来讲，很健康的一种个人生活感情，所以可能跟这个心态是不是有关系？是，谢谢。这整个就是乐观向上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但也有另一面，就自个儿情绪不好的事儿就不在这儿说了，隐去不谈了，是吧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在你这儿急了，对，在这儿引起很大争议。我还就说，但这书里你还提到呢，有一次人家把他跟王朔放一块叫二王，对，城头变换二王旗，放一块批判这么一个，那是怎么个掌故？朱学勤，上海朱学勤，在那个是叫什么呀？二十一世纪叫什么？就是中文大学，刘青峰和。金观涛，金观涛他们编的一个，那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刊物，在那刊物。但是就是因为呢，他写过一篇文章，就谈这个王朔，讲到这个，他说是这题目没起好，叫躲避崇高。哇家伙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对对对。啊，我说的是王朔躲避崇高，我并没有说是
他们都以为题目就是一个全民口号，嗯，是吧？以为我号召全民躲避崇高，那也是开玩笑嘛，这个事那还他，所以我就一直建议胡一虎弄一个一虎一席谈。是不是这边说他是跟王朔一样的，嗯，那边说他实际还是极左的，对。但是在你们这圈里，躲避崇高是个很不得了的一个罪名。嗯，谁知道？反正现在不大，也没有，后来也没有人再谈这个事。对，那个时候变成一个口头语了，好像。嗯、而且因为有可能有相当一批人认为现在是一个不崇高的时代，他所以他要发很多牢骚，那躲避崇高当然就变得很刺耳了。不是，他这里有这么一个背景，我觉得一个背景呢，就是中国呢一直是处在一个革命的高潮时期，革命已经胜利了，但是呢仍然在不断的掀起高潮，是吧？比如说这个整风的高潮，反右的高潮，大跃进的高潮，是吧？这个文化革命的高潮，它一直处在一个高潮时期。高潮时期的文风的特点就是高屋建瓴，势如破竹。哎，它整个唰就下来了，那种逻辑，是吧？那种这个精神上的昂扬。嗯嗯。但是其实我觉得到现在这可能有点不公啊、嗯、我觉得您的文体都还是带着那种痕迹，当然非常澎湃，非常排比句。他受当然受着，当然受这个影响啊，我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呢。嗯，对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呢，我们的高潮化正在向正常化来过渡。当然不是说现在没有高潮了，现在当然你说这个奥运会本身就是一个大高潮，大高潮、嗯、一个大高潮、嗯、哎，我们抗震救灾也等于也是有一个高潮，但是和那个整个的那种政治性的高潮啊还是有一点。咱们从那个全民结冰变成全民皆兵了、是吧？这是不是一个转变？所以就有虽然人数不多，就有这样认为现在呢中国呢就是不如啊，还不如是吧？毛主席那个时代，革命高潮的时候，那个革命高潮的时候，那时候人觉悟多高啊！这种话我常常听到。